接下来请欣赏相声《山东二黄》，表演者谢金、李鹤东。谢谢啊，谢谢您的热情掌声啊，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。谢谢大家，今天是十一长假最后一天，啊，下午呢没什么事儿，大伙过来呀，来这个天桥啊，来这个缺德德云社呀，不缺德啊，德云社，哦，缺缺德，德云社，来这德云社呢，乐呵乐呵，挺好，不错。刚才二位说的也非常的精彩，表演了一段啊，一个叫孙鹤宝，嗯，一个叫孔九点，二位啊，孙鹤宝呢非常的好，挺优秀，哎，也能说呀，也能唱啊。人家是东北人，是，所以说相对来说呢，这个幽默感呢也比较浓厚。没错啊，孙鹤宝，后台我们都管他叫表子、宝子。孙鹤宝啊，宝，人家管他叫宝子、啊，宝子，表子是他的爱好。对，哎，这确实非常的好。这个孔九点也非常的不错，也挺好。二位很辛苦，是啊，下去稍微的休克休息一下。您上台吃脏东西是吧？下去休息休息，哎，休息休息啊！这场呢，把我们二位呢更换上台了，更换演出。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是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，啊，相声界的一个小泰斗，啊，我跟三立啊，我跟宝林啊，经常的一块斗地主。三立宝林跟你斗地主，哎，怎么这爷俩给你托梦了？怎么了？三立宝林他不去世了吗？啊，去世了，对呀，啊，他等着我呢，等着谁让我寿命这么长呢，我又瘦又长啊。你跟这快啊，是吧，你跟这我也想去，去不了，去吧。哎，马三立先生可能咱实话实说，那是相声泰斗级的人物了。你怎么也泰斗了？对，我是泰迪，这个很准确。这马三立老先生呢，可能咱实话实说，以前小的时候有机会想看一看这个本尊啊，但是啊，那天啊我没愿意去，完了以后呢就没见着马三立，不愿意去。那时候还没说相声，但是这个我呢对他的这个姐姐哎非常的熟悉，经常的老看。马三立有姐姐？马三立有姐姐。谁呀？啊，马伊琍。这个我跟伊琍啊，还有蒙牛，我们说一下。伊琍蒙牛，你是三鹿吗？哎，你喝完我，你是拉不出屎是吧？尿不出尿你啊？你这倒霉不会呀，多脏啊。哎，哪有什么马伊琍是马三立的姐姐，那多新鲜的呀，先有马伊琍马二立才有马三立啊。不挨着，不挨着啊，反正就名字来说吧，有点晃，是吧，反正总而言之吧，确实是一个小学生。是啊，这个还没介绍我的名字了啊。不是，我叫谢文金啊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谢谢。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？文子，怎么臭不要脸？刚才这主持人介绍谢金，谢金啊，这是我的原名，就跟你一样了。你原名叫什么呀？李东啊，李冬梅。这个他这个李冬梅啊，他妈李冬梅，人叫马冬梅。那你叫马冬梅。我干嘛？我就为了蹭这梅字儿，我把这姓儿都改了。就说你的原名叫李东，然后呢郭德纲先生赐了你一个脏字儿，然后你叫李鹤东。我没脏字儿，哪来脏字儿？郭德纲嘴里能有干净字儿吗？那个演员，那个，谁告诉你的？哎呦，郭德纲的人性真的不咋地，不咋地，尤其在我们同行。我不是你们德云社。啊，对。我给你逗的嘛，就是说确实郭德纲，咱别提郭德纲先生，提提你爸。哎，对了，谢文金了。谢文金为什么呢？德寿保文明。嗯，我是文字辈的，郭德纲是名字辈的。嗯，我比郭德纲还大一辈，大一辈，哎，比他大两辈儿，是没错吧。嗯，大一辈儿你应该叫爸爸。哎，大两辈儿你应该叫孙子。哎。有点乱呀，你这个人性啊，你脑人是不是跟松子儿那么大？你看见没有？见便宜就上，出门不解就算丢，知道吗？
对，我老丢了。嗯，说人呢，就是说辈分相对来说比他们后台这些个孙这些个年轻的演员，这个孙就比你们都大两辈儿。是，这个无可厚非吧？没人跟您抬杠。哎，在台上我也不愿意抬杠这个。简单的介绍完了哈，说完了再介绍一下。说完了啊，说完了啊，介绍完李克东了，马冬梅，马冬梅。确实啊，这个现在相声事业挺好，是对吧？尤其最近这个十一七天乐呀，嗯，大伙儿这基本上也挺踊跃，嗯，基本上场场爆满，不少。哎，甭管是下午啊，还是晚上，还半夜十二点，就所有的半夜十二点，半夜十二点没演员，人上那听相声去。夜场你没参加夜场啊？加场了没有啊？半夜两点八宝山那儿有演出。玩命去了。你没去，我去挣啊，我去挣钱去了。你有命花吗？你不是，就是希望的多多演出，嗯，我们也希望一天演三场，对吧？你看人天津那边小园子什么的，是这个流水席。流水席干嘛？旅游场。哎，旅游场，人家这轮流转。嗯，就跟去您去泰国呀，看那个看不见不得人那个演出一样，都是个轮的节目都一样，对吧？怎么那也人妖秀呢？不是，就说这意思吧。反正我们也希望多演，我们也希望早上起来六点就开始演，对吧？嗯，挣钱呗，对吧？挣钱吃饭呀。起吧，起吧，起你奶奶个孙子。吹这牛的那是。哎，总而言之吧，大家来的就是对我们德云社的支持。嗯，相声演员来说呀，四门功课，对，说学逗唱基本功。哎，这个尤其拿这个唱来说吧，怎么样？太平歌词，专门的唱。哎，唱出来也好听，我给您学唱一太平歌词，听这个韵味啊，嗯，走的是鼻音。嗯，冬早茯苓夏行船。好，就您这个状态，喝两瓶开塞露就拉出来了。分得出来上下吗？一样。怎么会一样？我立大饼子唱的是怎么的呀？那个空着的。不是，就听那个鼻腔共鸣。嗯。冬早茯苓夏行船，鸬鹚惊，白酒宴，约请圣贤。那胆大黄文把书来下，下着在荆州地关羽的帐前，有关平借书关公看，那朗朗言辞写在了上边，上写着李克东是个臭流氓。还是繁体字，这都能纹你身上。行了。这是老词儿吗？这不老词儿吗？还有我的事儿？没有你的事儿？没有。哎，这是过去的太平歌词。嗯，这是我们本门的唱。对，其他的都是学唱。那种类更多了。哎，京城梆啊，小曲小调啊，各地方的曲艺啊，曲种啊，嗯，我们都得会，都得学习，都得研究。而且你唱了一个地方戏啊，他得用地方的方言来演唱。得有方言。对了，你比如说到了上海的，嗯，上海的越剧是唱出来也好听。嗯，我给您学唱两句。来两句听听。上海的越剧啊。啊，掐把刀哎，掐中尉，掐把中尉，掐呀喂，掐把呀喂，空高贼，呀高啊空起来，掐早喂，哎。唱的确实不错，哎，没明白什么意思。那当然了，嗯，你不是上海人呐，您也不是。对呀，但是我学过呀。您学过？因为逗哏的比你们捧哏的会的要多呀。嗯，你们会个屁呀！我们呀，你就比你们多会一屁。这就地方的方言，我们也得了解呀。那什么意思呀？你看你不了解了。嗯，我告诉你俩词儿，你就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内容了。哪俩词儿啊？一个是吃饭，一个是睡觉。知道这俩就行了。哎，嗯，这上海人啊，管这个吃饭不叫吃饭，叫什么呢？叫掐尾。掐尾。哎，这掐尾，你看看，对，这掐尾，嗯，俩人一见面都掐尾了。那你吃过饭了？是是。那边是阿拉恰国味了，嗯，我吃过饭。嗯，吃饭叫掐尾。那睡觉呢？睡觉不叫睡觉了，叫什么呢？叫空稿。空稿。啊，空稿。啊，你好稿。
睡觉叫控告。哎，控告，睡觉就控告。对，打呼噜就得枪毙了。哪那么大岁数？你像这个，你喝完酒晚上在宿舍，你不得枪毙180回呀？我这一晚上就打呼噜。可不是，你差点把你的息肉吐出来。我至于吗？真的，我绝对相信，真的，我都想抢救你。不至于，这就是息肉，这就不是什么息肉，就是睡觉。对，睡觉。哎，你知道这俩词儿了，你就知道这个唱腔是什么意思。您再来一遍，空港，空港，空港。你得翻译翻译。恰把早喂，恰早喂。吃吧早饭，吃午饭。恰把早喂，恰呀喂。吃吧午饭，吃晚饭。恰把呀喂，空港贼。吃罢晚饭就睡觉，牙膏啊空起来恰早喂，哎，一觉醒来吃早饭。您这段叫什么名字？饭桶的一天。除了吃就是睡，那是老百姓，这就是最天堂的生活了，知道吗？除了吃就是睡，那多好啊！你像你这是，他现在注意身体了，注意身材了，怕人说他那双下巴，对吗？现在你不是你说别人谁说呀？你现在节食了，对吗？你节食没节食？没有啊。怎么没节食啊？啊！我看你那节食这么大呢，你那行行了，什么玩意儿？那是肌肉，那是节食，不是节食啊。反正就是说呢，这哎，这是上海的粤剧，嗯，对吧？你到了别的地方啊，嗯，也有别的地方唱腔。您比如说呢，到了河南了，河南豫剧有，也有叫河南梆子，对，谁唱的好啊？嗯，老湘玉，老湘玉，常湘玉，常湘玉，老湘玉。对了，跟山药似的那名儿，山药是吗？老山芋，香芋跟山药，山药有啥区别、啊？是，没有区别、啊。长香芋，对了，长香芋，对吧？小香芋，哎，我记得有小香才想起来老香芋，没这词儿。哎，他这个唱腔唱词呢也特别有意思，嗯，他呢说的也都是河南的口音，地方话。哎，地方话，你对河南的这个方言了解吗？不太了解，啊，略知一二。哦，你酿了个圈。咦，这个鬼词儿啊！哎，行，挺好。又回来骂街了。哎，我给你学一学啊。嗯，有这么一段叫“谁说女子不如男”。嗯，一唱是这玩意儿，您来感觉听听。刘大哥讲话理太偏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？男子打仗到啊边关。女子纺织在家园，白天去种地，夜晚来纺棉，不分昼夜，辛勤把活干。我们女子们招你们、惹你们、牵你们龟孙的呀！就您这段是跟你前妻学的，不要老提啊！还骂街呢，这前妻是前前妻，你说清楚了。哎呀，不管是谁，反正你这前妻工作做的差点。看过前任啊？没有，前任四都没看过。没有，已经拍到五了。嗯，这是那个河南的豫剧。哎，河南豫剧。嗯，你比如说啊，还有这什么白话梆子，白话现在很少听到了。基本上已经失传了，没人会。哎呦，全世界你打听打听啊，会白话梆子的就剩一位，谁呀？那你要诈尸是吧？诈尸不得举起来说？不是什么意思？这还有什么？全世界现在会白话梆子就剩一位了。就剩你了，对，你这行，你这灯谜都会打了，被猜了，就剩我了。全世界没人会，就你会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曲种啊，已经失传了2亿多年。好嘛，失传2亿多年，就你一个人会。哎，
你跟恐龙学的？我没开，我没开。什么词儿啊？什么词儿啊？你什么恐龙扛狼窟窿？谁给你窟窿？你不来就哪来窟窿啊？没有窟窿，反正你先窟窿。跟谁学的？我跟谁学？我自学成才，跟郭德纲一样。白话帮子没人教，自己学的。哎，白话帮子特别有意思，必须大学教授啊，必须得有一定的文化修养，是学历高才能听得懂。你什么学历？我差点。您什么学历？初三毕业。初三毕业，哎呦，德云社的天花板啊！怎么的是结尾？对呀，那帮都是什么俗人？嗯，对不对啊？是。哎，我给您唱一下，但是你要不懂的话，你可以问我。我不懂我就问你，不懂好好问。嗯，白话帮子是。呀。怎么刚才一转身的时候踩着自己前列腺了？我跑这高抬腿来了，什么动物？我干嘛呢？我你在撅死？我踩的嘎掉啊！踩不着前列腺。是的，什么词儿？不是什么的，你看你听不懂了。你不懂，你因为你才疏学浅。是，我说的是有孤王。孤王是什么？孤王就是皇上。皇上？哎，皇上叫孤王。那后边什么词儿啊？有孤王坐椅子，嗯，吉宁辈儿朝后。孤王，皇上坐椅子，吉宁辈儿朝后。对，那老百姓坐椅子呢，也得朝后。这不废话吗？行了，有孤王坐椅子，吉宁辈儿朝后。头重上，脚重下，脸重前度。走三步，推三步。大学教授失传了2亿多年了，这他娘早就该失传了，这有什么可继承的？这都得你甭管好，你继承有好有坏呀。你敢说你敢说相声那些个作品都是糟粕吗？不是，都不是糟粕。都是糟粕。对呀，所以说我们德云社继承的是最传统的糟粕。继承半天，继承糟粕。过去艺人那是最低层，你在那个天桥那边都是画圈画锅，对吗？然后把这个观众招揽过来，你说你不给点那个电视上看不见的，他能看吗？他能给你钱吗？是过去的艺人，那叫下九流。对了，你们全家都是下九流。对，没毛病。啊，这就是传承。对，下九流，下九流。哎，我改九字科的了。就说什么呢，都得会，都得学习，是，对吧？你包括很多的曲子，你包括到了东北，二人转。哎，对了，嘿，东北二人转。对，当地有这么句老话，怎么说呀？宁愿不吃饭，对，也不看二人转。说反了。那别看了，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。哎，对了，二人转唱出来也好跑调，尤其那个调门达到了黑 C 高黑 C。 那个有这么一段吧，叫王二姐思夫，您给大伙儿学俩。哎，我给您学上。调门特别高。就会一句。这半天你就会这玩意儿，人家是女的唱的。对不对呀、啊、我一大老爷们堂堂十尺男儿。我你十尺？我可不十尺吗？你才几尺啊你？我几尺呢？郭德纲几尺？郭德纲五尺。最多五尺。哎，最多五尺。
差不多就得了。尤其您到了咱们北方啊，北京人爱听什么呀？京剧。京戏。哎，京剧还必须得是京子京腔。没错。您听着还是比较舒服。嗯。要用外地的唱腔啊唱啊，您听着就不老舒服了。不好听吗？哎，我认识一位。啊。这位是一个山东人。山东。哎，这我们门口的姓张，就管他叫张大爷。啊。他是一个卖肉的。卖肉。哎，这个山东人呢，这个说话呢，有点这个特色。什么特色呀、啊？张江不分，油肉不分，这俩字儿都倒着。哎，对了，哦，你比如说啊，这个山东人啊，这位要姓张，山东人一说，嗯、哎，那是姓江。那要姓江呢？哎，那还是姓江。张江不分，哎，油肉不分呢？你比如说这位要买肉了，嗯，山东人一说，哎，那是没肉。那买油呢？哎，那是没肉。对呀、啊，分不清楚。分不清楚。哦，哎。那天啊，我上他那儿买肉去了。嗯，有我说张大爷，嗯，看见了，哎，我是小立本儿。行，什么小立本儿是？小伙计呀、啊。哦，山东人话，小伙计。小伙计，哎，我是小立本儿，你说什么？嗯，我说张大爷，您给我来十块钱的肉。要十块钱肉。这山东人管拉不叫拉，叫什么呀？叫嘎。嗯、哦，给不叫给，叫挤。嗯，哎，我挤你嘎十块钱的肉啊！哎。那个张太，您再给我来十块钱的油。嗯。哎，再给你个十块钱的油啊！这两句不一样。两样东西了，哎，我应该给他多少钱呀、啊？给二十。哎，我给您扔那十块钱，两样东西拿起来就走。不短人钱呢？张大爷不乐意了。嗯、哎，不是小里边你别走、嗯。哎，我说张大爷，怎么您还找钱呢？还找钱？您他娘太鸡贼了。嗯。你也急钱了吗？我不给您搁那儿了吗？嗯。啊，是啊，你也急着你去。你急了，张大爷，您是不是近亲啊？什么近亲？我不给您搁在桌子，啊，行，我记得了。你是没听明白不？没听明白。你急的那是有钱，不是有钱。这个有钱你给的那个有钱你没急。这个有钱不是那个有钱，那个有钱也不是这个有钱。你他娘拿走吧，我也不要了。逼着哑巴说话。哎呦，这张大爷。跟您开个玩笑，听说您山东二黄唱的不错，嗯，能不能带着给我们学唱几句？啊，哎，这个山东人说话直爽热情，是我这么一要求就给我唱了哪段？桑园会，哦，又叫秋胡戏妻，传统的。哎，京剧的唱法是这样，京剧怎么唱？秋胡打马奔家乡，行人路上马蹄忙，左里带丁要安，云母王见一位大草手攀上，亲婴儿好像罗氏女，好运好像我的妻房，奔当家马将家还。不错啊，错认了名妻呀、啊。来见礼，这是京剧吧？这是京剧的唱法。那山东二黄呢？你看就不一样了，有区别。京剧的唱腔呢是秋胡打马奔家乡，山东二黄是江洋者。啊、嗯，山东二黄呢是秋胡打马奔家里，改一七折了。哎，改了一七折了。嗯，而且管那个秋胡还不叫秋胡，叫什么？哎，那是叫秋胡。什么上口？秋胡。家不叫家，家叫那叫家字儿，家字儿。台上不让放屁。日叫义、嗯，人叫印，是哎，唱出来是别有风味。您再给大伙儿学学。张大爷唱是这样，嗯，秋胡打马是奔那家字儿里，行也这个路上是马不停啊蹄呀。是为家的人呐、啊，难度以我的因此上撇家的人撇也撇没了又撇替我也打了吃瓜里呀，吃王爷也天砸龙啊心细呀、啊，他没有带头戴了乌纱身穿毛袍腰横月带坐灯朝穴坐过来这朝里呀，他就真回了家的人他没去呀，他就真走了去了走回朝里呀，兄弟我来借在这个桑园一里呀。
前几位这个美大嫂啊，谁穿着这个蓝褂衫啊，要借着这个青花裙，手把嗓尖落嗓尖三眼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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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软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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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落在了池儿里呀、啊，天婴儿好我想啊，罗丝女后婴儿好我想啊，咋爹替笨当向天讲天恩，儿他妈且慢呐，错认了你那女呀是咋的？听没那个大嫂子，你急了那个有钱那个有钱，你急了吗？我想起来就说什么呢？我跟七姐，我跟东哥，为什么叫东哥呢？你看后台啊，七，按理说应该是这是我的那个长孙啊，哎，不是，谁是你长孙？我能继承你什么呢？我烧妞啊，电动哥。对呀，我缺你那个。还有，我后台谈的合同啊，哎呀，谈的俩合同，我这好，真的，我这点汗水都给你了。真的，我有的时候拿着窝盘。行了。你长这模儿，你透着都肾虚。以后你把我这俩核都继承了，这你再吃烤串不用加佐料，吃个烤肉。行，说不定我这孜然。行了，哎呀，我这干嘛呀？我没干嘛，就说跟东哥在一块儿，我们确实年头也比较长了，所以说相对来说呢，台上台下呢，你看怎么逗啊，怎么骂呀，哎，也不红脸儿。哎呦，这话你练拿假牙飞我，你要啐我一口，确实不红脸，是吧？对，确实关系好。你看现在整个相声界啊，打相声打有史以来啊，他是最香的。这个打有史以来，您搜一搜啊，搜一搜现在啊，现在这个相声界哪有这个子，那不是子孙，这爷孙的搭档。爷孙搭档，你现在看看，你现在你百度你搜一下，我上哪儿百度？百度云，你查一下你那百度云。你有云字科的吗？你没有云？没有。你没有云字？没有。哦，对，你是鹤字。你百度鹤一下，百度鹤你。我哪儿百度去？百度就是你百度搜一下，现在没有，真的，因为什么呢？现在爷爷这个辈分跟孙子能站在一个台上，哎呦，就证明爷爷身体很棒哦。确实看得出来。言谈举止，哎，跟那活人一样。这个，跟你捧哏来的是吧？你捧哏也得。开玩笑啊，大家没事儿不要来听听，尤其那个天桥，这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，以前叫天桥洞。对啊，郭德纲的第一个这个园子就是在这儿开始变钱，开始挣钱的，打这儿开始起根儿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这个风水也很重要。对，所以说来尽量的保护的好一点呀，这很好。留住这个德云社，没错吧？您包括您晚上啊，没什么事儿。今天也是还是那个十一假期呢，晚上三五个朋友过来也听听相声，还听来。嗯，哎，您下礼拜再来，下礼拜还来，哎，下个月继续连续来，哎，来两个月，您明白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？这帮孙子骗我钱的，等俩月，晚上再来就知道了。这观众现在这么聪明的吗？看郭德纲那巡回都骗了那么多场了。他能每场都爆满，别可着一波儿了。对，是，对，咱也得去。我们下礼拜我们就去哈尔滨骗钱去了，到处诈骗。哈尔滨那边又开了一个新园子，那园子又比这个天津的园子，还有比长春园子都大，哇，可能得500人的园。哎，估计我们是卖不满。这个，但是人挺多，但是我们也愿意去挑战一下自我，哎，感受一下这个不好带的气氛，啊，其实挺好。这个来的这话不是，就是聊一聊，聊一聊天嘛。尤其跟咱的衣食父母，很少我见了那么多爸爸妈妈，
你见过这么多的爷爷奶奶吗？所以说，尤其都是到我这儿爷爷奶奶了。哦，太爷爷太奶奶。我没说这辈分呢，没跟辈分没关系。反正跟东哥在一块儿，我们在一块儿搭档六年，对吧？疫情三年，这车流玩意儿都不提，你不提这好不好？不提显示不出来，咱俩根本就不是很熟啊。合作三年吧，合作三年了，跟东哥确实，东哥人特别的好。确实人不错，你看表面看着可能有点不苟言笑，对吧？你有点跟狗不笑，你跟我笑笑行吗？我跟狗笑得着吗？他真的爱做好事儿，真的经常的行善呢，积德呀，对吧？哎，那天坐公交车，刚一上车，哎，他一看那有空座，他赶紧坐着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哎，车上人越来越多，都坐满了。上来一个那个大姐，啊，大姐也就三四十岁吧。三四十岁抱了一小孩儿，抱一小孩儿，一看这孩子还没断奶呢，上来以后没人给让座，这就素质问题。哎，李鹤东当时就站起来，呀，大姐，哎，大姐，哎，大姐坐这儿啊，行了行了，哎，妞儿，哎。我这是好心眼儿，我给人让个座，我这猥琐干嘛呀？你表里如一呀。表里如一，大姐来坐我腿，坐，别坐腿了，我起来，你带着孩子不方便，来，你坐这儿。大姐高兴，哎呦，我真是好人呐，谢谢你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孩子闹了，孩子闹了，只要有孩子都知道，一个是饿了，一个是困了。这孩子怎么着？哎，大姐一掐这个掐指一算，哎，这小子应该是饿了。这用掐指算？对啊，这是亲妈。这怎么办呢？你说喂，掏出来，哎呀，公共场合呢。不合适。是啊，北京车上人太多，人挤人，人挨人呢。是不是？你说这大伙儿有的都去过，有的城市人家那个稍微好一点，人不是特别多的，他有那个隔离的那个，有那个小拉拉的那个，是吧？能给隔开。对了，能给隔开，在车上最起码省得防止尴尬。北京不行。北京人挤人，人挨人呢。是，对不对？大伙儿都坐过。在北京工作时，你还别说，你有奶没奶都能给你挤出奶来。这挤哪儿了？这是就说人多呀，这但是不方便，那也要孩子哇哇哭啊。那喂吧，喂吧，掏出来喂吧。李鹤东一看，我至于这样吗？咱不能看这个。对呀，他帮人挡着点。对呀，他赶紧拿手挡着自己。我这挡着什么了？这是挡着点，怕人认出来你呀。怕人认出我来像话，拿这当马赛克，没听说过，给挡着点。哎，挡着点吧，反正这孩子闹一会儿，哎，好好吃。啊，一会儿不好吃完了以后，大姐就生气了。哎，这倒霉孩子不好吃啊，不好吃啊！抬头一看，李鹤东，我可给这叔叔吃了。说点什么话？这是吓唬孩子。那也不能这么说。你别吃心，我没吃心，吓唬孩子。这孩子也不食，腰上接着吃。车接着往前开，一会儿功夫，孩子又闹。大姐又急切，不好吃 啊！我可还给这叔叔吃了啊！什么话、啊？孩子，那赶紧叼着，赶紧接着吃。车接着往前，一会儿孩子又闹，大姐真急了。这倒霉孩子，你不真不好吃 啊！我可真给这叔叔吃了。说这话，这时候李鹤东说实在的啊，真的啊，实在是看不下去。我早听不下去。哎，这位女同志啊，嗯，你作为一个女同志，我都。感到羞耻，说这话啊！你能说这话吗？是我这岁数，我能吃你啊？像话吗？你再有这倒霉孩子也是，老闹什么？让不让吃你倒给个话啊！我都坐过三站了。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演出到此结束，我们晚上再见。